向量 m 等于一 lambda sin a， 向量 n 等于 sin a 一加 cos a， 已知向量 m 平行于向量 n， 若 lambda 等于二，求角 a 的大小。陆十一，你在干嘛呢？啊，我听讲呢。好，你来回答这道题。我不会，但我觉得新来的夏小菊同学很认真，要不让他来给大家讲一下吧。夏小菊，不用紧张啊，这道题是我们的基础题，来，你站起来，大声告诉大家你的答案。零。零啊！我让你求角 A 的大小，你怎么算也不可能等于零啊！大家都看一下摸底考试的卷子，有哪些做错的题目，抓紧订正。没事，下次再加油。嗯。夏小菊，你也太笨了吧！还说什么自己成绩还可以，我丢不丢脸？小心！小心烫到。谢谢啊。没想到这么巧，我们居然在一个班。你之前学校的教学进度是跟我们不一样吗？嗯，你别说了，我觉得我自己太丢人了。别担心，刚来的时候都这样。你们学校的基础题都这么难吗？那些题目看得我一头雾水。我们学校进度上是会比别的学校快一点的，但是应该也不算难。我觉得你只要慢慢学啊，总会赶上的。啊，你当然不觉得难了。物理竞赛全国第三，数学竞赛全市第一。啊，你要是觉得难的话，那我就不用学。你消息还挺灵通的。班长大人，你在学校可是大名人啊。实在是佩服，佩服。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挺逗的。真的，哎，以前我的同学也这么说我。